OK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那个上传了一下那个 Part One，因为我现在人在那个中国大陆嘛，所以那个网络特别容易断。尽管我用的是我应该还算是那个评价蛮好的那个 VPN，但是毕竟还是非常的不稳定。然后因为我是拿那个手机拍的，所以它是 WiFi，它也会有一些不稳定。然后继续吧。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点，就是说，因为在 YouTube 上可能大多数可能并不是中国大陆人，或者说很多其实是台湾人，这样的，所以我看到台湾的很多的一些新闻啊，媒体也都讲说，哎，大陆有很强的一个创业热情啊。然后怎么样？就是包括很多台湾人，很多媒体也都报道嘛，很多台湾人去大陆创业，然后可以很轻易的得到投资啦什么的。当然，我绝对可以告诉你，就是得到投资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我相信这个应该说，可能就是也不完全操之在创业者本人了，因为。毕竟谁拿的钱，不是创业者拿的钱嘛，对吧？所以只能说是谁更宽宏大量一点，或者说谁更，因为它有一个热潮在里面。因为中国还是一个，非常就是，政府或者是国营势力还是蛮强的一个国家。所以当政府来去做的时候，很多的有钱人呢。或者是这种，然后很快的就会把热钱往这个方向投，所以就是说，这是中国这作为一个大政府，它的一种特点，所以，当然也会导致一些良莠不齐啦，之类的，当然，管理空间取消，那个当然。我觉得不管说是你能不能得到初期的一个融资了，但你如果能够得到融资，当然是运气非常好。当然如果你没有融到钱，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啊，因为别人本来也就是你想嘛，就是你要做一个梦，然后让别人，说别人能够挺，在一开始就挺你，就是不需要。不需要拿出什么很细节的东西，别人就可以来挺你。实际上其实是挺蛮巧合的才有可能。一般来说，你还是要给出很实在的一些东西，让别人知道你可以盈利啦，然后整个的一个价值也都比较明显，别人才可能会去投资，我认为这个也并不是说，就是说它苛刻或者保守，而是说，也很务实了。因为要不然的话，他作为比如说私人投资者，或者哪怕是政府，难道他就有无限的钱去给你烧吗？对吧？因为一些一下就是给一些明显可能不专业的创业者，因为一个热潮过来，肯就会导致很多良莠不齐的人，然后都过来嘛。自然就会缺乏一些考量，所以自然也会导致，比如说像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，因为像前两年的时候，就是说以创业为名，然后来贷款啊，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就特别容易，因为当时刚刚提出没多久，就是那个。中国的政府刚提出没多久，就是大众创业什么什么那些东西，所以一大堆的热钱都往那个叫什么，都往创业这个方向投，所以就导致特别容易得到钱，相对特别容易得到钱，几乎是就是很粗糙的想法都可以得到很多钱的融资，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怎么说呢？我也不觉得说这些人。他就不配啊，或者什么的。我觉得，因为人生也有风云际会这样一个事，你能成功啊，能够做到，能不能做到？其实有的时候也得看看运气啊，或者什么。像我那个找到这个位置，
这个位置是当时是4月20多号，20号吧，好像20号才刚刚开幕，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么个事儿，然后我就跑过来，因为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工位，但是我不想花什么钱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没有钱，然后所以我想要找尽量便宜的地方，然后然后我就仅仅只是过来看一眼而已，然后一过来看，他们那个包括价格啊什么的，因为他前几个月不收费嘛，这个地方他只收那个押金，但是如果你反正走了，他也不收钱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在做的事，而且也给我一个工作地点嘛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反正是挺好的。然后，然后还，所以，但是就是说，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运气成分，对。所以，也许就是说，等更多的人知道了之后呢，其实也许这个优惠还不在了，因为现在反正我是前3个月是免费，然后之后从第4个月开始才交2万块钱一个工位，但我看到有其他的一些共享办公室，可能国营、国家级的或者是省级的，好像还有比这个待遇更好的，有什么6个月啦、10什么的都是免费。我看看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要有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可以考虑的。但是我敢肯定的就是说，因为我这个相当于是第一批的话，我猜不管说是政策，就是说扶植，因为政府刚刚把这个开开，所以说我相信肯定不单单是政府扶植啊，政策等等，我相信第一批它肯定力度可以大一点嘛。虽然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很多的人，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共享